dear class, how are you? I'm Cindy Lee, the instructor of newspaper English.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李欣欣老师，欢迎收看新闻英文一。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五个讲次。第五个讲次我们要看的是新闻的结构， The organization of newspaper article.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看一下新闻的文章它是怎么样组成的。在我们看今天的课文之前，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学习重点和目标。Objectives: 1. Study the basic structure of a newspaper article. 2. Learn how to find the main idea of a newspaper article.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两个重点呢，第一个就是要学习新闻报道、新闻文章当中的基本结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来看当我们在阅读新闻报道的时候，怎么样找到一篇报道当中它的中心思想，一篇文章当中最重要的想法，那要怎么样从文章当中找到这样子的重点。好，那么在今天的讲次当中呢，我们最重要呢就是要来学习结构，从结构面呢去了解一篇新闻报道它是怎么写成的。当我们知道它是怎么样写成的时候，作为读者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应该去怎么读它，然后呢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可以找到这篇新闻文章、新闻报道它的重点。好，在我们看今天的课文之前，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本课的重点单词和片语。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单词 Climax。 Climax 名词，高潮或者是作文当中最精彩的重点。我们来看一下例句。The story reaches the climax in chapter 10. 好，这个故事啊在第十章的时候 chapter 10, 第十个章节的时候呢，到达这个故事当中最精彩的地方。好，第二个词是 journalistic。journalistic, J-O-U-R-N-A-L-I-S-T-I-C, 形容词，新闻的。His journalistic background makes him find a job much easier. 他的新闻工作的背景呢，让他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变得更加容易。第三个单词 style, style, S-T-Y-L-E, 名词，风格。Do you know any fine examples of Gothic style? 好，你是否知道呢任何一个哥特风格的例子呢？Fine example 这边是指的是良好的、很不错的例子。第四个字 deliver, deliver, D-E-L-I-V-E-R, 动词，传递、传达。那么它的名词呢是 delivery。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The mailman delivered the letters promptly. 那个邮差呀，他呢很准时的、很及时的投递所有的信件。Promptly 这边呢是副词 ，prompt 加 ly 就变成副词，那么意思呢是准时的，还有就是及时的。第五个单字 headline，headline，H-E-A-D-L-I-N-E， 名词，标题，报纸里面的大字的标题，我们叫做 headline。The scandal was in the headlines for several days。好 ，scandal 呢指的是丑闻，有时候我们讲绯闻也是用 scandal 这个字，啊，这个丑闻呢、已经连续几天呢都刊登在报纸的头条上了。好，我们来看第六个单词 ，essay，essay，E-S-S-A-Y， 名词，文章，论文。The book contains a number of interesting essays on women in society。好，这本书当中呢 ，contain 是包括，然后包含，包含呢包括了几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什么样的有趣的文章呢？是关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的相关文章。A number of 是一个片语，一些，有一个数目的。好，我们来看第七个单词 ，marrow，marrow，M-A-R-R-O-W， 名词，精髓。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The piece and marrow of an argument are quite interesting. 好，这个论点，好，他就说呢，这个申论的论点，它的这个精髓，这个 piece and marrow 都是指的是精髓、要旨、核心的意思。那么他们觉得呢，哎，这个论点当中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精髓的想法呢，相当有趣。好，我们来看第八个单词
Invo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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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和什么什么有关，牵涉。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There was a serious incident involving a group of youth. 好，有一起呢很严重的事件。A serious incident. Serious 是严重的。Incident 是事件，突发的事件。Incident. Involving 跟什么有关？跟一群年轻人有关。A group of youth. 好，我们来看第九个单字。Narration. Narration.N-A-R-R-A-T-I-O-N 名词，叙述。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他说 ，He has recorded the narration for the production。好 ，production 这边指的是作品，录制的作品。好，他录制了这部作品的解说词，或者是我们讲旁白解说，都是 narration 在这里的意思。第十个单字是 instant， instant。I-N-C-I-D-E-N-T 名词偶发的事件我们刚刚有提过、就是突发的偶发的事件那么 instant 它有一个意涵就是通常呢是指比较不喜欢的不寻常的或令人讨厌的事件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One particular instant sticks in my mind 有一件事情啊有一个这个偶发的事件一直环绕在我的心中 ，sticks in 就是定结在什么样的地方啊？就是一直在我的心里。那我们翻译呢，就会说成有一件事情呢，我总是忘不了。好，以上就是本课的单字。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本课的片语。那么这些片语呢，也不是很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吧。我们看第一个 ，newspaper article。那么我们通常讲新闻报道，报道呢，这时候我们就会讲 newspaper article， 或是 news story， 都是指新闻报道。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The newspaper article gave a graphic description of the earthquake。好，这个报纸的文章啊，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地震的情况。Earthquake 这里指的是地震。好，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二个 ，at the beginning of， 在什么的一开始。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erm, I found it difficult to study English. 好，在这个学期初 ，term 是指学期，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 semester 都可以啊。那么在这个学期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觉得学习英文有一点困难，但是很有可能在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at the end of the term, 你就不觉得困难了。好，我们来看第三个 ，rather than 而不是怎么样怎么样。It's better to express your anger rather than bottle it up. 好，这个 anger 呢是愤怒、生气。It's better to express your anger. 好，那么生气的时候啊，最好呢是可以发泄出来 ，express your anger， 把你的愤怒呢表达出来，而不是怎么样呢？而不要怎么样呢 ？Rather than bottle it up， 而不是。闷着、闷在你心里面 bottle 是瓶子的意思 bottle up 它的意思就是把它放在瓶子里面了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不要这么做如果你有愤怒最好是把它表达出来而不是呢闷在自己心里头好我们来看第四个 right after 紧接着什么什么之后那这样子的用法通常都会有一点强调的意味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I haven't decided yetBut I will let you know right after I have made my decision. 好，他前面说呢，我还没有决定 ，I haven't decided yet. Yet 是还没有上位啊，我尚未做下决定。但是呢，我会让你知道啊，什么时候让你知道呢 ？Right after， 就是在我做了决定之后啊，我会即刻让你知道。好，所以呢，这边是加以强调，做了决定。之后马上、会通知你会马上告诉你好我们来看第五个 Topic sentence 那么在这个课文里面我们等一下就会提到 Topic sentence 就是指的呢是作文段落当中的主题句主旨句、通常呢都是一个段落当中的第一句 The meaning of the topic sentence is very clear好，这个主旨句的意思呢，十分清楚，那这是很重要的。在英文作文当中，我们的主旨句要写得非常的明确。好，第六个
main idea, main idea, 重要的想法。那么在中文当中，我们指的就是一个段落当中它的中心思想。The main idea of this passage i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Venus to Earth.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它的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关于呢金星对地球的重要性。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In general, 大致上的，它是用副词的一个用法。In general, physics is only one science among many.大体上来说啊，大致而言，物理学呢只是许多学科当中的一门学科，一门科学。Science 是科学。好，我们来看第八个 ，such as 我是用来举例用的啊，举例而言，那后面通常就会接着例子。那我们来看这个例句 ：The Roman languages such as French, Italian are all derived from Latin.好，在拉丁语系当中啊，例如法语啦、意大利语啦 ，French 是法文 ，Italian 是意大利文，它们都是起源于拉丁语。好，我们再来看第九个最常用的啊，很常用的一个惯用语 ，What happened？ 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好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at happened？ 可以请你告诉我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好，那么这句话呢，基本上还蛮容易了解的。What happened？ 好，以上就是本课的单字还有片语，希望大家呢可以花点时间复习一下，增加你的词汇。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本课的课文。本课的课文呢有三段，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第一句。Unlike short stories or fiction, in which the climax is gradually developed, a newspaper article uses an anti-climax structure. 好，那么这一句话意思是说啊，不像一般的 short stories, 就是比较短篇的故事 or fiction 就是小说 ,in which 呢后面带来的句子呢就在形容这个短篇的故事和小说。在短篇的故事和小说当中呢 ,the climax is gradually developed, 就是说故事最精彩的地方，这个高潮迭起的高潮的地方呢，它是逐渐呢被发展的，所以它前面呢会有情节呢去铺线，然后慢慢的交代细节之后呢，把高潮呢可能放在这个故事的三分之二的地方。好 ，a newspaper article uses an anti-climax structure。那但是呢，我们在看新闻报道的这个文章啊，它用的结构刚好是相反的，它是一个反高潮的结构，我们叫做 anti-climax structure。好，底下我们会来说明什么叫做 anti-climax structure。我们来看下一句。It is a journalistic style that delivers the most important inform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y rather than later. 好，那这里呢用虚主词 it 来表示来强调这个 journalistic style 就是这个新闻写作的风格。新闻写作的风格呢它是什么样的风格呢 ?delivers the most important information.At the beginning of a story, 好，他们呢在新闻写作当中啊，会把最重要的讯息、最重要的资讯、最精彩的地方是放在故事的一开始 ，at the beginning of a story, rather than 而不是呢在故事发展的后面。所以这个和小说呢，还有和这个一般短篇故事的写法呢，刚好呢是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好，我们现在再往下看。In a newspaper article right after the headline, there is a lead. The first paragraph is followed by the body. 好，那么在这个新闻报道的文章当中啊，紧接着标题之后的呢 ，right after the headline, there is a lead, 就是引言。那这个引言 lead 呢，通常呢就是第一个段落 ，the first paragraph, 它夹在这两个逗号之间呢，是同位语的用法，也就是说 lead 在新闻报道文章当中的这个引言 lead, 通常就是第一个段落。那这个第一个段落，当然后面紧接着呢，就会是所谓的 body, 就是所谓的内文。好，我们再往下看。The headline, which is like the top sentence of an essay, suggests the main idea of the newspaper article.
好的 ，headline 就是这个新闻的标题啊。新闻的标题啊，就是有一点像这个我们的文章当中的这个主旨句。那它会把这个最重要的中心思想，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当中最重要的想法，那么反映在这个标题上。Suggest 是建议或者是显露出来 ，the main idea of the newspaper article。好，所以这个新闻报道文章它的中心思想呢，它会反映在这个出现呢在新闻报道的标题当中的 headline 当中。好，我们现在来往下看下面一句话。Right after the headline, reporters often put the marrow of the whole story in the lead, which aim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好，那么紧接在这个 headline 之后呢，紧接在这个标题之后， reporter 是记者，那么记者他们通常呢会把这个整个故事的精髓， the marrow of the whole story, 整个故事的精髓，还有它精要的地方呢，放在lead 放在这个引言当中 ，which 后面带出来的这个子句呢，是来形容这个 lead， 形容这个引言。那这个引言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引言呢？它是呢目标 aims， 目标在于呢回答以下这些问题的一个引言 ，aim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好，那么他要想要回答哪些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问题。A. What happened? B. Who was involved?C, where did it happen? 简单来讲，就是说新闻的这个报道，新闻的文章，它在标题之后呢的第一个段落就是引言，是全文当中最重要的讯息都在第一个段落里面。那这个第一个段落呢，它基本上就是要回答人事实地物。好，那这个新闻报道它要报道一个事件，所以呢，首先呢就要很简明的说什么事情发生了 ，What happened? 发生了什么事 ？Who was involved?什么样的人是谁牵涉在这个事件当中，所以人物要出来 ,who was involved? Where did it happen? 好，这个事件呢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地点发生的，这个地点 where 当然也要交代清楚。好，除了这三个问题，他还要回答另外这三个问题。When did it happen? 什么时间什么时候这个事件发生了。Why did it happen? 它是怎么发生？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什么理由呢 ？Why? 再来就是 How did it happen? 那么发生的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它是如何发生的？所以这么多的问题啊，通通都要在第一个段落当中 ，lead 引言当中呢去回答出来。所以这个是文章啊，整个新闻报道它可能有非常多个段落，但是第一个段落就要把这些重要的讯息都交代清楚。好，我们接下来往下看。The headline and the lead both help readers to obtain essential information quickly. 那这个 headline 啊，就是标题，还有这个引言。那么他们呢，都是为了帮助读者啊，很快速的取得最主要、最必要的资讯 ，essential information， 主要的资讯。The former is written as a phrase.And the latter is normally organized in simple sentences to enable easy reading. The former 这是前者，那前者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那个 headline， 标题呢，它通常是用一个片语的方式来写成的 ，written as a phrase. The latter 这个 latter 刚刚就是指的后者，后者我们刚刚提到的呢，就是引言那个 lead 第一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它通常呢是用很简单的句子 simple sentences 去组织而成的。那这样的做法呢，都是为了要让读者呢容易阅读、容易取得资讯而这样子写作的。好，我们再往下看。In general, details such as the narration of an incident or a description of the people involved.Are provided in the body paragraphs after the lead. In general, 就大致上而言，大部分来讲，那么一些比较详细的细节啊，例如 such as， 例如什么呢？例如这个事件的一个叙述跟描述，比较仔细的描述 narration of an incident， 或者是这个摄入在其中的这些人物，他们比较详细的描述呢，他们会在后面的这个内文的段落当中啊去提供啊，就是说在引言之后呢，才会做这些描述性、叙述性的细节提供。好，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了这个课文里面的段落，那么也为大家解释了这个新闻文章它的这个组织架构。最后我们再用一张图示很快的再为大家复习一下这些概念。
好，首先呢，我们在这个新闻报道的文章当中，我们一定会先看到 headline 就是新闻的标题。所以如果你没有时间看完全文的报道，那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个 headline 这个标题在说些什么，那你对这个新闻是不是有兴趣。好，你觉得还不错，蛮有兴趣的，你就往下看。Lead 就是第一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是引言。在这个引言当中呢，它会告诉你这个事件的人事、时、地、物等重要的讯息。那如果你读了这个 headline 跟 lead 已经取得你的讯息之后呢，其实你可以不用再往下看。但是如果你对这个事件、对这个新闻有非常高度的关注，当然你可以再往下看。底下呢就会有所谓的 body paragraphs。那么在 body paragraphs 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读到很多更详细的细节，比如说人物的描述啦，比如说整个事件发生的经过。那慢慢的把它读完。好，现在大概大家已经知道这个新闻文章段落的组成的方式，当然我相信你也可以了解我们要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去得到你所需要的讯息。好，以上就是本课的课文。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来宾访谈时间。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国立台北商业技术学院应用外语系的系主任魏荣圭魏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魏老师您好。你好，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今天的节目。 Hope to share with you my experiences in news reading， 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英语阅读方面的经验。好的，谢谢魏老师。魏老师，我们在这个讲次当中提到的是这个新闻文章当中它的结构，然后我们教导学生呢怎么样去认识这个新闻的文章段落它的安排。那我们都知道魏老师的国际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在这里可不可以为我们这个找一篇例文，然后帮我们的同学们再复习一下这个新闻的文章它的结构是怎么样，那可以怎么样来阅读，是不是可以带领我们同学一起来读一个例文呢？Sure, thank you. 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一段文章。Brazil, Argentina, Uruguay recognize Palestinian state. 巴西、阿根廷跟乌拉圭这三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这个政府组织。Wednesday, 8th December 2010, 2010年的12月8号礼拜三的报道。我们来看一下本文的地方，这是来自于 Buenos Aires 的报道，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首都的地方报道。Argentina and Uruguay said on Monday that they were joining Brazil in recognizing an independent Palestinian state. 是阿根廷跟乌拉圭在礼拜一的时候说明，他们呢现在加入巴西，在承认这个独立的巴勒斯坦政府。Earning praise from Palestinian officials, but an immediate sharp rebuke from Israel. 他们得到了巴勒斯坦这方官方人员方面的称赞，可是却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强烈批评。Israel called the announcement by Buenos Aires regrettable. 这以色列政府呢，把这样子的宣誓呢，称为是非常的令人遗憾 ，and said that it went against an Israeli-Palestinian agreement that such a state should only be recognized with Israeli approval. 而且他们还说明说，事实上这是违反了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方面的协议，而且这样子的一个政府组织只能够在有以色列的同意权之下才能够被承认。各位同学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当中这个标题的地方讲的是这个巴西主要这三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这个政府，然后来到了 lead sentence 的地方呢，把它整个来龙去脉先大致说用一个句子简单的说明一下，之后呢就进到本文 body 的地方，后面会有更详尽的叙述，因为这边只是个单纯 clipping 一个文章抽写出来告诉大家，事实上后面还有后续比较长的文章，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文章的倒三角新闻结构报道的主结构是这个样子。好，谢谢魏老师。好，我们非常谢谢魏老师呢，刚刚做这一篇这个国际新闻的一个非常详尽的解说。那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同学，当我们在阅读一篇新闻报道的时候呢，我们注意的是它一个倒三角的结构，就是从最上面的标题，然后去注意到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什么，然后呢，再进入 lead 部分，就是这个导读引言这个领文的部分，通常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段落当中，这个文章当中的第一个段落。好，那么第一个段落就是刚刚把全文的主旨都说出来之后呢，其他比较详细的细节就是会
这个出现在后面的段落当中。那刚刚魏老师为我们说明的这篇文章，很显然它是一个很长的新闻报道。那么，但是如果大家注意去阅读它的这个标题，然后阅读它的第一段落，其实大部分的讯息啊，就是关于这则新闻我们所需要知道的这个资讯，其实都已经可以取得了。所以非常谢谢魏老师为我们做这样子详细的说明。那在接下来，我想再请教魏主任，就是说，当我们同学呢在阅读这个新闻报纸的时候，在学习新闻英文的时候，有什么样比较好的方法，什么样的要领可以来帮助同学们把这个新闻英文学得更好？那请教魏老师您的意见。谢谢李老师。我想呢，可以从三个方面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是 contents wise， 就是在内容方面呢，可能大家对于这新闻方面必须要非常广泛的、非常有兴趣，能够去知道时事的进行是怎么样子，目前有些什么样子周边的消息，有关于环保方面、福利方面、政府组织方面等等的消息，我们都能够给予关心。所以说这样才能够增加我们阅读英文新闻时候的一些认知。第二个方面是 language wise， 是在语言这方面呢，可能大家对于各个不同的语言结构、组织成分，或者说不管是文法、字汇、片语的地方，可能都必须要有所认知。可能这篇文章里面所出现的一些字汇，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实际上也都会有类似的字眼出现，我们就可以越学习越多，增加我们的英语方面的能力。第三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能够大家在不同的文章当中呢，不同的新闻报道当中，也可以去做一点比较，不同的新闻来源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类似或者不太一样的叙述，我们可以去了解他们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切入，然后来帮助我们认识了解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而且从不同的甚至报纸新闻媒体当中所学习到的一些内容呢，是一个帮助我们对这个整个意见的内容非常有进一步的认识。那我这边下面也稍微举出来一下，有两个例子可以供大家参考。像比如说第一个例子是 Hiroshima Here's Kant's Nuclear Free Vision， 这个是出现在2011年8月7号的 China Post 中国邮报上面的一篇报道，指的是广岛上面呢听到了这个日本首相官职人他的免除核能发电方面的一些愿景说明宣誓。那可是在另外一篇 Taipei Times 是台北时报这边的报道，在同样一天呢，它的标题是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Vows Nuclear Free Future， 这日本的首相呢宣誓对免除核能发电方面的未来。所以说不同的角度切入呢，事实上在不同的报纸上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说法，这个帮助我们对这个新闻议题呢有了进一步的认知跟了解。那我举的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在这个Typhoon 方面的消息，像 Typhoon threatens China, forcing 200,000 to evacuate。 这是2011年8月7号的 China Post 中国邮报上面的报道，指的是这台风呢威胁到了中国大陆，所以使得强迫有能够解散这个200,000人啊，能够让200,000人能够脱离这个台风的威胁。那同一天在 Taipei Times 台北时报这边的报道是 Powerful Typhoon Bears Down on China， 这个强而有力的台风呢现在正在威胁这个中国大陆。所以说各种不同的时报对同样的一个主题的报道呢，可以帮助我们不同了解不同的议题他们的写法怎么样子。那在语言结构方面呢，事实上可以帮助我们同样一个事情，事实上的叙述方法有很多种，所以说我们可以同样学到其他不同的智慧来源，让我们的这个学习语言方面的能力能够更为强大。然后在内容方面呢，事实上有不同的角度切入，也事实上可以让我们知道各种报社可能不同的立场说法，让我们也可以有进一步了解到各种不同的角度方面的立场。这就是我以上的一些看法。好，谢谢魏老师。好，魏老师刚刚的说明还有分析呢非常的精辟。那我想刚刚魏老师给我们的意见也相当宝贵，就是大家在学习这个新闻英文的时候，可以就内容、就语言还有分析比较这三个方面去下手。好，谢谢魏老师。今天非常感谢魏老师的参与，还有各位同学的收看。那我们下一周再见，希望各位同学可以准时收看我们下一周新闻英文的节目。拜拜，谢谢，拜拜。